欢迎各位收看这场晚间进行的比赛，非常开心地告知各位，今天是天空如洗，天气情况近乎完美啊，现场的观众情绪也是同样完美，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天晴嘛，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相信在这种好心情当中，比赛是绝对精彩的。这绝对是足球世界里最容易辨认的球场之一，这里也为这项运动乌龙球啊！这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只能抱以哇，球进了！诡异的乌龙啊，本来是想帮助球队，这真是太不走运了。球进了！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的观众道一声晚上好。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比赛相信也是非常的完美啊，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啊，两队你安德雷米奇漂亮的射门，又快又平啊，快速向门前推进，格里赫特送出直塞，准确地找到了队友拉姆齐，他阻止了进攻，啊，球进了！他们运气太差了，不过他们注意力肯定也不集中，这就是乌龙球的危险之处，你稍有疏忽，情况就会急转直下。头锤，再次攻门，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安特雷比奇拿球，安特雷比飞身跃起，打进了！一等一的传球，一等一的射门，争抢头球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这球顶得真好。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啊。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还是要归功于球员们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厉害了。射门，
C 罗。成功了，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他的门前嗅觉非常灵敏，绝对不会放过进球机会的。想要进球就得有预判，刚刚这个大胆的预判收获了回报，真是太机智了。尤文图斯成功改写了比分。如果您刚刚开始收看，一定猜得到谁是进球的功臣。没错，肯定是他。球被对方拦截，无功而返。传球，现在他的面前一马平川，好的，他成功的突破，打一脚，潇洒的进球。再来，再来，再来，他已经被打翻了。球门大开，这种情况不射啊，简直对不起自己啊。C 罗显然是危险人物，对手却给了他这么多的空间，完全是送礼的节奏吧。今天终于让他知道这杯好机会。反击就得这么打，迅速果断，毫不留情，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他进了第三个球，进球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那名后卫肯定看他都看腻了啊，他整场比赛都在不断的进攻，而且毫不留情，永不停歇。尤文图斯取得三球领先的优势，对手队员们是完全不在状态，是在忙着生二胎吗？整支球队就好像是得到了玄学的加持一样，他们已经势不可挡了。接下来两队的分差可能会被继续扩大。伊布拿球，埃尔南德斯把球抢了回来，要到前场，球在迪巴拉脚下。迪巴拉现在沿右路快速突破，迪巴拉及时的抢断。发动进攻，加尔汉奥卢视野很开阔。哎，不好啊，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浪费了一次机会。加尔汉奥卢，球来到了左侧。罗马尼奥利很有冲劲，但是没能处理好，球失去控制了，看谁先抢到。亚历桑德罗，防线脑洞大开，哦不对，漏洞大开，漂亮的直塞球，时机很好，调整打门，成功了。比赛才刚开始，对方已经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了。他用行动回应了别人对他的质疑，他算准了门将的一举一动，进了吗？进了，是个乌龙球。诡异的乌龙啊，本来是想帮助球队，这真是太不走。又一个乌龙球，太疯狂了。这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只能报以同情了，没人希望。球进了。
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啊，晚上好。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今天天气呢也很好啊，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这样的天气呢真是好到没有朋友啊。双方的球迷也是互不示弱，现场的气氛真的是热烈，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冲个咖啡啊，看个比赛太爽了。好了，一起来看比赛。这绝对是足球世界里最容易辨认的球场之一，这里也为这项运动增添了很多色彩。好的，现在我们来共同关注这场对决。能起脚吗？这一球进了，打破僵局的射门。后卫万万没想到啊，中场跟他们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中场一失误很快就被打反击，整个后防线措手不及。我猜双方应该都没料到这样的局面啊。比赛开始之后就应该这样打，控制节奏，把握机会，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安特雷比奇，漂亮的直塞球，向外侧找到了侧翼，及时的抢断。哨声响了，犯规。想要穿透防线，非常准确，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安特雷比奇背对球门造不成什么威胁，只能选择传球，如果能够一直让他不面对球门也没什么威胁了，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莱万拿球，穆勒，埃尔南德斯将球断下，道格拉斯科斯塔身体优势啊，这点让对手很吃亏。掉到前场，视野很开阔，球失去控制了，看谁先抢到。道格拉斯科斯塔，格雷斯卡，格雷斯卡，这是他选择攻门，球打进了球网。这个变向啊，幅度还是挺大的，不过还是算他的进球。拜仁慕尼黑打入扳平一球，双方战平。这样的比赛总是非常的焦灼，双方彼此非常的了解，于是今天又上演了一场拉锯战。莱万打进了，完成了逆转，冷静、沉着、自信、无可挑剔的进球，太聪明了，晃过了门将。拜仁慕尼黑取得领先优势。他们目前已经是牢牢地掌控了局面，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质量怎么样？哇，好的！哦，太给力了，神仙也救不了。这球恐怕是两个门将都很难扑出来啊，更别说一个了。这个射门太刁钻了。德马斯穆勒起脚打门，第一脚处理得非常好，几乎不用飘着。德马斯穆勒控球和打门都完成得非常好。在自己还有足够空间的时候果断起脚，而且力量十足，这种势头之下肯定还会有精彩的打门。格雷茨卡抢了回来，看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他会射门吗？直接射门。孔蒂试图快速发动进攻，加尔汉奥卢，球在安特雷比奇脚下，安特雷比奇意图很好，但是没能成功。快攻的好机会，格纳布里试图直塞，将球转移到了前场，加尔汉奥卢直接长传，埃尔南德斯，阿拉巴。阿拉巴像一支离线的箭，从左侧高速推进，究竟谁能抢到球呢？格雷斯卡，格雷打一脚，棒！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现在无人持球，阿拉巴，哎。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呀、啊！
可惜球现在没人拿，谁能先抢到呢？本场有几次不错的铲断，但这次啊绝对是最完美的典范。莱万抬脚施射，做到了，胜利的天平又向他们倾斜了。反击就得这么打，迅速果断，毫不留情，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拜仁慕尼黑成功改写了比分，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即使他在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围游走，但是他总能寻得破门的良机。毕竟是搞外围的嘛。他知道啊自己这球传得不好。传球的意识不错，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再大力一点就好了。本杰明帕瓦阿拉巴，吉米西一记长传，球来到了左侧，他成功的将球破坏，这可能是中场休息之前的最后一搏了。詹路易吉唐纳鲁马轻松的把球拿到，刚才是上半场最后的剧情了。经过中场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比赛。米兰必须尽快的扳回一球啊，让这个局势恢复平衡。你要这个大胆进攻，他选择打门，潇洒的进球，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托马斯穆勒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他相信队友一定会把球传到他的脚下，他只要确保自己不越位就行了，一传一射很漂亮。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球，他们尝试打一脚，成功了。这球怎么样呢？他的跑位很不错，有效地利用了空间，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在下半场，他们很需要一粒进球来重拾信心，现在他们可以继续施压，寻找机会扳平比分。托马斯穆勒，道格拉斯科斯塔，莱万，拜仁慕尼黑又抢了回来，机会怎么样？这脚射门距离球门啊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在对手的紧盯之下，他并没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啊，应该说防守一方做得非常好。埃尔南德斯直接传到前场，一个舌尖上的抢断，哎，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加尔汉奥卢有机会打反击，罗马尼奥利，穆萨基奥，孔蒂，哎，不好啊，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浪费了一次机会。要到前场，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弗兰克·凯西，卡恩特雷比奇，防守漂亮，太及时了。现在他们必须这样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姚坤啊，我觉得这样的进攻啊才干净利落，要给对手施压就必须这样。是的，的确没有别的选择啊，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一记长传，吉米西，究竟谁能抢到球呢？穆勒传球，好的，有足够的空间，他被放倒了，裁判指向了点球点。米兰想必是追悔莫及啊，詹路易吉唐纳鲁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扑出来，把球挡出了，皮球弹了出来，格朗坦托利索传中的好机会，漂亮的断球。贾尔汗奥卢，贾尔汗奥卢就在莱万脚下，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萨内高速突破右路，萨内射门，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球在哈坎恰尔汗奥卢脚下，托利索从左侧一路高歌猛进，莱万拿球，漂亮的抢断，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啊，发起反击，埃尔南德斯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试图直塞，一步，一记低平球。本杰明帕瓦这脚踢得很远。一步拿球，贾尔汗奥卢。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这是个快攻的机会。格纳布里将球塞过去，机会，穆勒射门，他们进球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谁都没法预测这球会怎么样，在精彩的一轮盘带之后还能收获一个圆满的结局，太精彩了。防守球员被戏弄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现在我们期盼的换人终于出现了，是谁呢？拜仁慕尼黑现在已经两球领先，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准确。托利索，阿拉巴，阿拉巴直接打到对方后场。吉米西，萨内将球转移到了前场，罗马尼奥利抢断的位置很合理，罗马尼奥利试图快速发动进攻，球在伊布脚下，贾尔汗奥卢可以打门了，
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不行啊，这种球很难被队友接到。比赛结束了，米兰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葬送了好局，送了对方大礼。德高望重的苗指导，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我只能说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如此多的丢球应该能让他们吸取一些教训。我们两人的评论到此结束，感谢本场比赛陪伴我们的专家苗坤。谢谢涛哥。Ladies and gentlemen, we'd like to welcome C.C.